师、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谈深爱世人。宗教团结的生活，必须要建立在各宗教彼此深入学习对方的经典，在这个基点上基础上才能够达成。各宗教师、各宗教的传教士与信徒们都可以认识到彼此经典的共通之处，彼此都是同一位真神的子民，有鉴于各宗教经典的认识与学习是如此的重要，我们这一次从世界十一大宗教的圣殿之中截取出各宗教经典中的一些精华金句，让读者认识到众生确实是一体的，他们都拥有着一体不二的大爱，一体不二的真心。这是我们学习的基础，是我们学习的核心。否则的话，宗教团结的意义就失掉了。《深爱世人》这个小册子可以帮助我们切入境界，我们知道学习的根夹在这一句话里头：一体不二的大爱，一体不二的真心。首先肯定完全没有怀疑，从经典上认识每一个宗教都建立在神圣教诲的
基础上，我们要怎样把这个爱找到？这个爱，神圣的爱，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妄心里头没有。什么叫妄心？有分别，有执着，是妄心。啊，或者我们总的说一句，起心动念是妄心，分别执着是妄心，必须要把这个妄心放下，真心就现前，真心就是上帝的爱心，真心一切众生跟上帝没有两样，所以说到最后，我们会体认到经教里面所说的这些句子，我们揭露下来了，往下我们都能看到，不但众神是一体，整个宇宙是真心所现，妄心所变，真心显露的是天堂，是极乐世界，妄心所现的是设法界。设法界跟极乐世界跟天堂也是一不是二，经典上都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能把虚妄的放下，不要放在心上，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是真心，那一些开悟的人，明心见性的人，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明心见性的人，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而听声音，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也是不起心不动念。我们从这里就了解古圣先贤他们修行正果的秘诀在哪里。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要学啊，学就叫功夫，学就叫修行，行就是动，行动，凡夫的行动里面有妄想分别之处，有烦恼，有习气，
明心见性的人，他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真正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差别就在此地。明心见性不是要离开世间，那你是错了。世间是离不开的，真妄是在一体啊，你怎么能离得开？怎么办？佛菩萨教给我们，所有宗教的教主、上帝以及上帝的使者，教化六道众生，这一些大德、大师，他们不但教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做模范、做榜样，我们能契入他们的境界。俗话说得道啊，你得到了，得到什么？你得到明心见性的道路，你就晓得怎么走啊。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学习，眼见色是修行，是学习明心见性。现在开始下手，就是所见的色相，不分别，不执着，不放在心上就对了。一般凡夫他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把所有的现象，真的假的，统统放在心上，他不知道真心本性里面是清净的，一尘不染。虽见色没放在心上，虽闻声也没有放在身上，乃至于鼻嗅香、舌肠胃都不放在心上，所以称它叫业如、真如。啊，真如是什么意思？真妄是一，不是二。叫业如，叫真如。不起分别，不生执着。这是入门的地方啊，要讲功夫去练的。你真正做到了，方东梅先生教我的一句话了，你也得到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得到了，我得到了，你也得到了，他也得到了。
人人得到了，怎么得到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放在心上，就对了。放在心上的是凡夫，把真心变成妄心，把本性变成习性，问题就出在这。我证实了方先生这一句话：人生最高的享受，有人问我，我修了几十年了，烦恼重重，没有得到安乐，你是怎么得到的？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学，你也会得到。学什么？不放在心上。这一句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为什么？你已经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养成一种习惯了，眼见色立刻就起心动念，耳闻声立刻也起心动念，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个个都忙着起心动念，这麻烦可大了。心上有起心动念叫做妄心，不是真心。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分别执着放下了，心上什么都没有，那是真心，那是自信。千经万论帮助我们认识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认识，认识之后，认识是在解，心解行证啊，认识是在解。你没修行，行是什么？是放下。这一放下了，你的认识就变成智慧，不是烦恼。放下是你的修行，所以我向上家张家大师请教，怎么样能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契入？他老人家听到我这个问题之后，看着我看着他，我们两个对看了半个小时，他看着我，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是在等我静下来，
不静下来，老师讲的你不相信，半个小时就像入定一样，定了半个小时，心清净，没有杂念。他说的一个是有，那我们的注意力就集中了，又错了，又起心动念，他就又不说了。大概又看了十分钟，前面三十分钟定下来了，他说个有，我们的心又动了，又起分别执着了，又过来，所以他就不讲了。十分钟之后我就又定下来了，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我就明白这个方法了。佛法的修行是什么？看破放下。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想得到受用，不能不把人事统统放下，不放在心上，你就有智慧。好处太多了，你能慢慢的入佛境界，佛菩萨明心见性，你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自性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功夫也是本有的，功夫是禅定啊。心里有事就不定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心定下来，定生智慧。智慧是自性本有的，然后经越看越深入，它的深度它的广度慢慢的就看到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希望同学们慢慢琢磨，最好这是福报，一生能够不管人不管险不管钱啊，把人放下，把事放下，事来的时候做，做完了不放在心上，钱放下。佛王先生这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就体会到了。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自己。